the Shadow. 发觉的风是散了我心中那无可奈何的情绪，变得潦草，房屋坍倒，击溃茅草，那孩童不欢欢，起嚎哭泣，结果击溃茅草，这品我口干舌燥，却奈何无可救药。大家为何我们路的如此困境，仿佛自凉，怎么收场？复杂的心情如同乌云即将的梦，细雨一样的落，寒风刺骨的黑夜如何度过这难道是一种折磨？不敢如此生活本应该。那天下万家的学者可以开眼欢笑，相互讨教，这怒号，这不听他们的咆哮，这不听好，读书的人本该是天下栋梁兴国之料。我有着重，这是心怀。 拽着棒，笑着听，拖的这世道变成我战斗的武器宝剑。下带兵，承受过气，喊叫破，结果天灾人祸，所有的磨难都不会让我脑袋里的这眩晕落。但哪怕效果天下可是人大，他却拿苦也变成现实，不再是一句话。所以我整理好心情，告诉他们内心的想法。读书人要以笔为剑，对这一切抱平天下。我相信爱的果实千万件，终究不是神话。我叫伊利，为剑，伊梦。 为马，我有毅力，为剑，一梦。为马，我有毅力，为剑，一梦。为马，我有毅力，为剑来用，来实现我的梦。铁的不安的心情读书，为后人铺好道路，那一天总会到来。所以不能放弃，不惧不能挂惧，直到破茧为出口一句，希望会伤花烂漫，千古烟消云散，就算草木被蛇蔓，我也死而无憾。 Jason， 你看这几张怎么样 ？Jason， 读书的事儿我不管。 这是新系的剧本，平时有空你多看看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还好电脑和书没事。 同学，你好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可以。雨太大了。好，谢谢。嗯。 谢谢，我们走吧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这个，谢谢你啊。 再见。
不要走。裴仁智同学，你是又做那个梦了吗？好可惜，我差点就看清他长什么样子了。那你要不要继续睡一会儿？说不定梦还能续上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现在几点了？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脸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一惊一乍的？我求你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呢，慢慢画，我给你带早餐好吗？带早餐的话勉强可以。小飞，小飞，干嘛呀？啊，你带早餐了。这是我借我用一下啊。这是我帮孙坚带的。借我用一下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走吧走吧，走吧。看什么呢我？瞧你那样。妍妍。我的早餐呢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等你这份早餐，我一上午都没有吃饭。本来是给这盒带的，看他睡得这么香，也用不着了。这可是他最喜欢喝的。谢了，上。小事儿。哎，我工具盒呢？没带吗？掉哪儿了？你再找找。好像是小树林。那么远。哎，同学们，今天咱们学校电影院放映《未完成的空间》，我请大家去看。好啊，我们最优秀的班长请客，我们肯定得给面子，是不是？一起去吧。算了吧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要去小树林找找我的工具盒。你们先去吧啊，拜拜。怎么会没有呢？这么旧的工具盒也有人要啊。这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谢谢。是你？是你昨天把我送到教学楼的。你还帮我找到了工具盒。碰巧而已嘛。等一下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
的意思是说，你梦里的那个人出现了？没错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你思春了。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虽然我没在梦里见过那个人的全貌，但是以我对他侧脸的考量来看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你可能被蛇狼缠上了。什么蛇狼呀？冰华校园的守护神蛇狼，你不知道？哎，蛇狼就老在小树林那一带徘徊，一定是被他缠上了，才给你托的梦。那我今天看到那个人又怎么说呀？那个人是不是真人，现在还不好说呢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方志远。佳佳，嘿，佳佳你来了。走。说，想我没？想，时时刻刻都在想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女朋友娇娇，跆拳道专业的。Hello， 娇娇，你好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咱俩走吧。走啊。拜拜。我们先走了啊，你继续思春吧。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.Take me to the places my heart never knew. So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,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.都说这小树林美女多，怎么一个也没见着？神秘人往那边跑了。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先坐，先休息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啊，没事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这谁的？这是什么？应该是他刚掉的。难怪他那天会出现在小树林。谁啊？我知道神秘人是谁了。就是他。这个人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！别人的梦中情人都是踩着七彩祥云来的，你这位啊，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。哎，小佩，你之前说。你看到这个人往研究生宿舍方向去了？对，那应该就是他了。他是咱们冰环大学的研究生啊。之前我在报道处见过他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哎，小飞，没事吧？我看一下。你等一下。不是吗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等一下。我认识你们吗？啊，你倒是见过。你瞎看什么呢你？我们几个来是有几件事情想问你。这个笔是你的吗？同款，但我的丢了。真的是你？你怎么这么变态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班有个女生被一个暴露狂吓到了，现在我们正在找这个人。这支笔就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，而且他的身形和你十分相似。不是我。那么请问两个小时之前你在什么地方？
旧画室，那里有人在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问一下呀。可以啊，那你带我们去看呗。麻烦走一趟吧，走啊。就在这儿，问他吧。你好，同学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在这里画了多久了？我今天早上就在这里了。有没有见过他？他，我没看到。好，谢谢啊。打扰您了。不客气。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听我说，当时我真不在小树林。如果你们还不信的话，拿出证据来。你这分明就是在狡辩，亏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，没想到你能做出这种事情来。这件事情还是先通知学校保安吧，具体情况让他们来处理。小佩，你跟我去一趟吧。你说监控怎么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坏掉了？都没有办法证明他是不是在说谎了。有没有可能是他其实知道监控是坏的，故意说他自己去过那里，然后给自己找不在场证明？不知道啊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先交给学校处理吧。行。哎呀，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啊。咱们学校建筑系，谁不知道你喜欢林曼妮啊？哎。你干嘛？你别胡说啊！哎，邓宁，你到底喜欢李曼妮什么呀？我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主要是我爷爷，你知道吧？咱们要是人都知道我爷爷对我要求严格吧，这那肯定对我未来的女朋友要求会更严格，像什么家世背景、人品、长相。这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。杰森。而且咱们院我看了这一大圈儿，也就曼妮儿还行，就曼妮儿还行。哎，那这是你的标准还是你爷爷的标准？你话怎么那么多，能不坐下？你曼妮接呀，你赶紧接呀。喂，辅导您，你在学校吗？我在学校。我搭建的建筑模型出了一点小问题，然后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，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。有时间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就在建筑学院的教室等你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没问题。你可以啊。不是，你看我就说嘛，只要我足够优秀，那肯定能注意我呀。我觉得应该是上次叶老师夸了我的模型，所以说这不找我帮忙来了吗？你甭管什么原因啊，我觉得只要你俩能单独相处，就绝对有戏啊！你赶紧去吧。那他怎么办？这不我看着呢吗？他还能插翅膀飞了啊？那我走了。去吧去吧，我走了啊。早去早回，回头请你吃饭啊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喂。哎，曼妮儿，你在哪儿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有事儿。模型的事情，要不然就先放一放吧。真是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跑了一趟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要是以后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就尽管找我就行。好，那下次说。
你干什么？我要上厕所。去去去去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啊！我跟你一块去，走。不知道您呢？他去找池若飞了。不是你们两个人看着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呀？我们已经很小心了。你别看他一脸正气的啊，他可狡猾着呢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他再找出来。咱们学校到处都有监控，两位保卫处的人都已经了解了情况。我们先去看一下监控，看他有没有逃出学校。如果说他已经离开学校了，那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。行行，那我们现在去监控室看一下。好好，走。妈妮，嗯，那个暴露狂好像抓到了。嗯，咋听说的呀？好像是咱们学校 EMBA 的学生，是傅道宁他们抓到的。傅道宁，哎，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这个是建筑学院教学楼的方向。小裴，俊远，哎，你们两个先过去，看能不能拦住他。我在这里继续留着看监控。好，好，我们俩先走。嗯，好，走。喂，一彤，我们发现暴露狂了，他就在建筑学院教学楼附近。这样，你先带人过去，我把他的画像发给你，这次一定要抓住他。哎，一彤，快快快！哎，怎么样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班长叫我们来的，不是说发现神秘人了吗？他现在应该还在教学楼里。哎，大宁，你追池若飞到这儿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吓成什么英雄？现在还没得到班长的通知，神秘人应该还在教学楼里，大家分头去找。好好，嗯，好，走走走，找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来，快来！你就是池若飞同学吧？有同学反映你最近一直暴露自己，吓唬女同学，严重违反校规校纪。稍等一下。我有证据。请进。老师你好，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车牌的车主吗？你是？啊，我叫池若飞，在校读 EMBA， 有事想请车主帮忙。好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啊，谢谢。车主是建筑学院的李老师。请问李教授在吗？我就是，有事吗？不是耍我们吗？既然你都知道，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呢？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都不相信啊。哎，那倒也是啊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既然事情都已经说清楚了，那就没事了啊。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我们几个就代表我们班给你道歉了。
对不起，误会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好吧，误会一场，没什么。但是，我还是建议你们报警处理。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，那么剩下的就让我们保卫室来处理吧。行，谢谢你们啊。好的。既然这样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那我们就得麻烦保卫处多操操心了。师兄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冤枉你，害你被人误会。没关系。哎，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你已经拿到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教务处申辩，还要跟我们去教室解释呢？你们是好心啊，我不想你们被指责。谢谢你。人总是下意识地以为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。可往往真正的真相和情感总是隐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而有些人则会小心隐藏内心的秘密，宁愿被人误解，也从不做解释。而这些所有隐藏在暗处的真相与情感，总会被人发现，就像黑夜之后永远会有黎明在等待。死在细软无声淡蓝色的回忆中起舞，留住你忽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，这一窗月会如水正游荡，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，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，有两扇心房。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结果，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浓金色的温情，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，谁不经意般模糊了方向，那遥远的天际线牵引着青春泪光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
像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，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穿上洁白的衣裳，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，捡起这青春的影像。